家好，我是可乐。老年人的问题大多数都是血管方面的，年纪大了，血管会不断的老化，血液垃圾日益增多，也会让血管一天天的变硬，引起动脉粥硬化和血管堵塞，所以一定要关注血管健康。这三个食物可以保护血管健康，老年人更要多吃点。一、核桃。核桃有减低胆固醇、净化血液的作用，具有多种不饱和与单一非饱和脂肪酸，能有效降低胆固醇含量，可以消除血管壁内的污垢杂质，使血液净化，从而为人体提高更好的血液。二、卷心菜。不仅含有维生素 C、钾、钙、膳食纤维之外，还有具有抗氧化活性的异硫氨酸盐，以及稀有的维生素 U 和维生素 K。这些维生素可以保护血管黏膜，加速血液循环，让血管更加坚固有弹性。三、青梅。青梅的营养价值很高，里面含有较多的蛋白质、维生素等营养物质，这些物质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自身血管的健康，对心脑血管疾病也有一定的预防作用。平时可以多喝一点荷叶茶，预防血管疾病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